Yo, what up? 大家好，我是 Fashion Boy。现在是10:45，今天是星期五晚上。看一下这个环境，你是觉得我要做丑逼大作战呢？错了啦，其实我们在这边呢，不是要挑战丑逼大作战，而是要带你去买一些很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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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哎，这还猪肉，猪肉，我觉得真没有，真没有，他妈的 old school 的，这种旧的话弄不滑了嘛。然后记得你们整天在我的 video 都看到一些衣服，问我整天在哪里买。我跟你讲，其实那衣服就是我在二手店买的。啊，如果说台湾最出名的是夜市，马来西亚就是巴沙马拉么？巴沙马拉它只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东西。啊，在 underground 一点呢，就是这种 bundle 啦，也就是我们这 vintage 的市集。Anyway，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Chowkee 的 Jalan Rajabot vintage 市集，我们就要看那边有什么好货。啊，今天的任务呢是要去带你们去看看走走，看一下有什么好货可以买，怎么样可以用低成本买到高回头率的装备，方便你们去装逼这样子。Anyway， second hand，感觉是吃中我喜欢的蓝色、红色、白色，也可以的。我穿到嘞，不可以，我穿不到。慢慢看到这个吊饰先哦，再长高一点哦。还可以看我们，你觉得 ？Sorry,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say. 我这边找一下什么好货，看到吗？运动外套，是日本的，我一看就懂，防都懂啊。我各种红白蓝的东西哦，完全没有抗拒，你知道吗？可以这样吗？你问他多少钱？我也没有这个链子了。How much is it? 150。他第一件就250了哦，我的把件哪样多、哦？bukan kita buka selalu dapatnya. Macam Pokemon lah, hard to find lah semua. Macam Pokemon. 没有，那种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教练外套啊。哇，这个也是贵哦。哇，底贴我这个。How much is this? For you, I give.80哦 ，OK 啦，好，瘦了，第一张就买到东西了，你got a bag， 第一张就行了，哎，这个攻击牌嘛，我小时候觉得攻击牌是一个很硬的牌子的，我整天想买它的鞋子的，现在看牌子觉得很硬，我超喜欢红白蓝的。只有 vintage 的东西才会放红白蓝的，现在东西不太走了，现在慢慢的回着来了。这是你喜欢法国的东西哦？但我没有真的很 particular 喜欢法国，还是我没有太过留意。但是我喜欢的东西全部是蓝竹，然后白红。如果你们发现到的话，我的公仔是穿这件蓝衣的吗？因为我喜欢吗 ？It's me, it's all about me, yo。对啊，这边的好货给我看完了啊。这边是有很多耶。酷的这个超酷的东西，那个真美哦，但是有点旧啊。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微胖或比较胖的，可以来这边买，因为这种他们有很多大 size 的。来，你们最喜欢的，足球衣、棒球衣、运动衣，这边超多，车后面应该还有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这种 shopping 很爽，买这种特别特别的东西，不一定要贵这样子。哇，几元这个，哦，这个没有哎，但是有点旧。这种旧的话，弄不滑了嘛，应该挺旧了，但是它很美，看。MJ present you MJ， 这是算是最原始的 Mickey Mouse 了，是吗？有尾巴的，这个看啊。有点畏缩畏缩这样啊，这个也是超哇，你是最多比大的了，现在还要吃。我们今天发现200块吧，你知道吗？我知道，我有备嘞，有备嘞。这个包上你问他多少钱了 ？100 哦 ，400， 我想死来可能 100。Supreme， 哇，这个我没有见过啊，这个没有。哎，
Russia World Cup. Oh, 这个很有诶喂。 How much this one? Or the how much you are telling me? It's a new thriller. 这是二手的，450，这是新的，500。 Make the fans, Supreme the fans 寄过来了，算便宜没有嘞？ 不会贵哦，400块。 你买衣服都300-400哦，这个才500 OK 啊。这个还是 limited 的，又可以装 B 样。哎，真的可以耶，那个其实。等下装好一点没有？我讲啊。Selected item， 这边应该是我去过那么多 Bandar 看到最多潮牌或者是贵东西的地方。现在这么多 Vape 和 Supreme 这边，还有就是 Vape Sushi Crossover。 啊！我整天在 Bandar 就是买这样的东西啊，我超多这样的外套，全部都是 Bandar 买回来的。你看后面是这样子啊，看吧，这是独系来的。AB， 80 ，OK 啦，不贵。哇，老妹，天气有两层的嘞。猪肉，我以前很喜欢猪肉，我超喜欢长袖薄罗T，而且这是 Lacoste， 它是可以保暖啊，有一点点厚。哇，这个没有哎，但是这个肯定没有。 可以这样子折起来就很好看了，看。哦哦哦哦哦哦！啊，有没有想卡巴这个材质真的是 vintage 卡巴吗？看到没有？这个才是我要的，这个很像 Top Shop 卖的。如果我要是我才要买了400块，我觉得。好，有嘞。可以啊，你给他买3件看看有没有更便宜。这个很长，我穿不到哎。这个你穿可能还可以哦，我穿不到，就证明你不够长啊。我是不够高，长是没问题的。Bro。 How much is this? 算了呢，give you 20 Okay, okay. 简单啊，算。Only one. 啊。So far, I found this 啊。So far. 哇，这颜色美。I don't know how much this. 如果还在新一点，我会买耶。你看。我是过来 80啊。Oh, I don't know what series is this, but the color very nice 哦。黄色。超不到啊。 千变，大多人也没有见过的千变了。Made in Thailand 哦，真美耶，帅耶。Irving 哦，那在这种地方买衣服哦，其实真的是可以低成本搞回头率的，因为这种东西已经有一种年代的味道在了，人家一看觉得哇 ，classic 哦，很 old school， 但是他不懂哪里买，我就喜欢穿衣服那种感觉，人家不懂哪里买，但我现在给你们懂了哦，不是很好，我就是帅的不？他们的幕后的哥哥，看下来穿，试下。 送我们去哦，可以哦，去给他擦胶啊，多少钱了喂？整个收掉了喂。是。哎，好看了，好看，真的好看。买，问了多少钱？去问。50块哦。OK，收啊。我没有钱哦，你可以帮我给。可以，上我的关系。好棒。Thank you 然后中间可能比较多是vintage那些 pullover 啊 jumper， 然后到后面就是 biker 的。Yo， 所以基本上我们走完了加拿大 Raja Bot 的 vintage 市集，我们来点算一下，看一下今天到底有没有成功啊任务。首先，我就买了一件 帅到不要不要的，蛮罕见的。 Nike hoodie 这个80，然后我又买了这一件，除了可以平时装逼，还叫之外，主王爷丹还可以拿去拜神，一个非常好看的棒球外套不？这个才多少钱？30块。最后要为了像我们的周哥哥进来帮我拍东西，所以我就决定买给他不？这多少钱？50、80、30、50是多少？没错，你这样摆烂，你懂还是160吗？是不是？今天的 mission 是200。 我就是帅的吗？OK，好，收工，拜拜。走吧。我这样的九王爷衣服哦。哎，哈哈哈哈哈。Yo，我是浪。哈哈哈哈哈。Yo，我是飞人哥，拜。Yo，今天拍这一集呢，是想跟大家讲，其实在二手市集买衣服，它的好处是非常的多的。首先，在二手市集买衣服，就好像一个寻宝的概念，非常的爽，非常的好玩。你知道这边有很多好货。 但是又不懂什么时候可以找到，然后当你找到的时候呢，你就非常的开心，然后你就有一种成就感这样子啊。会高潮吗？会很潮，但是未必会高潮哦。第二，装衣的几率非常的少，几乎在这边卖东西哦，都不有超过一件的。第三，低成本高回头率。
其实二十五世纪买衣服不只是环保，然后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把自己锻炼成一股清流，不要随波逐流。那要当潮人哦，你真的是不需要 Off-White Supreme Easy， 你要的是 Sensi。不然你不会穿的话，你花2800多块买一个外套，你穿起来也是像28块的起床开货的不？啊，至于要怎么样穿搭才会好看，看多点 Fashion Boy 的 video 就对了不？很多人都认为穿二手衣呢很 cheap， 二手衣服不管讲是二手，谁懂呢？一个衣服 cheap 不 cheap 呢？是人的气质，还有那个衣服的材质的问题。你们猜猜看，这个多少钱？这个真的很多人在 Instagram 问我。Gucci 帽子哪里买？多少钱？我跟你讲哪里买，这个不是二手市集买的，当然好笑吗？这个在苏奈湾买的，2楼30块。这个给我拍好多个影片，你讲，人家拿火我穿，是很大分别。你要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个假货？你们可以去看回我帮拿火做的第一个大改造，他穿过了，然后我穿变成怎么样子？那搭衣服最重要讲的是什么？F equal to MC square. Sorry,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与其追求穿的潮不潮，你应该追求穿的好不好看。其实在国外呢，就有很多时尚的爱好者，他们都是靠开二手市集卖二手衣起家，到后面开品牌。就比如今年很红的一个潮人，他刚刚跟 Nike crossover 一个新的鞋子 Sean Wotherspoon。 你们懂不懂，其实啊，他是开二手店。因为陈冠希都去过他那家二手店拍影片。 Alright boss, where are we at? Yeah, round 2 right here, round 2 LA, right here on Melrose. Sean Wotherspoon. Yeah, did you guys find some good NBA stuff next door too? Or yeah, some like vintage pieces? Sick. 而且在国外呢，这种 vintage 店哦，他们的顾客都是很大牌的网红、supermodel、超人，或者是明星，甚至是品牌的主理人。就比如说 Kanye West、Charlotte Booth、Fear of God 的主理人 Jerry Lorenzo。结论是呢，我拍这个影片其实就好像拍丑币大赚的影片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我想要我的观众小飞仙们可以懂得怎么样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一样东西，一些人家看不到的价值。所以我拍这个影片就叫我想要发起一个新的挑战，我想要所有的小飞仙都一起参与，用200块去二手市集买衣服来装逼，我要看谁可以帅到不要不要。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分享一次，看个巴士看还上我的直播，然后记得 like 我的 page，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Sorry,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我们下期见，拜拜。